这到底是巧合还是缘分？今天也是和往常一样打着单人四排，路过这边就想着看看有没有人，没想到竟然还真的有个人。这个人在干嘛？他为什么要对着空地比心啊？难道是我眼花没看到人？但是经过我的再三确认之下，他的对面真的没人啊。虽然感觉哪里不太对劲，但是人头不拿白不拿。我本想着下来舔个包，但是令我万万没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丢！这不会是刚刚那个洛天依摆的吧？但是我刚刚啥也没看到啊，这下完了，刚刚那个洛天依肯定气坏了。接着我就立马退了出去，想着再开一局看能不能撞到他。这个他喵喵的闯祸大了呀，希望能撞到吧。哎，秒进，有机会。但是事实证明我还是高兴得太早了，虽然是秒进，但是我转了大半天也没有看到穿洛天依的。就在我想着退出去再开一把时，突然看到远处一个熟悉的身影。如果那个是他的话，应该还会去原来的地方。于是我随便搜了一下就跑到原来这个地方了，然后我就看到哎，真的是你啊，上马不好意思啊，我真的没看到。你这算是原谅我了吗？那行，不过你一个人摆多嘛呀，来咱俩一块。然后我们两个就开始。就在我们两个忙着摆物资的时候，楼下来人了。来人了，你在这躲着，我去去就回。开了。就当我打完之后，带着满满一背包的物资去找他时，是大师兄，点个关注吧。老公，这把咱们去研究所吧。好啊，亲爱的。喂。你们两个都跟我老公跳，我老公大号可是无敌战神呢。大师兄，跟他跳吗？跟他跳吧。哎，三级头。98K。喂，你干嘛？你干嘛抢我的三级头？谁抢你三级头了？三级头我先看到的，一个三级头你至于炸我吗？喂，兄弟，你怎么能和一个女孩子抢东西呢？哎，老公，人家还缺个三级甲，没有三级套，人家经常打不过呀。别急，亲爱的，我这就帮你搜一个。刚才我看到四号，捡到一个。四号，你把三级甲给我老婆吧，你跟着我就行，我这把带你吃鸡。哼，无理取闹。算了，大师兄，尽快打完这把。来一号，我的给你吧。哎呦，还是个破的三级甲，算了算了，就这样用吧。哎呀，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我叫你救我了吗？我叫我老公扶我，我让你走开，你听不见吗？别扶了，二号。亲爱的，别怕，我来了。老公。这两个队友真的是，我都被打倒了，他们才过来。哼，两个土鳖！你走了，直接闭麦吧。老公，你别扶我了，我是个废物，打不过人家。你看你。
是有病吧？竟然你不想玩，你男朋友不舍得送你坐飞机，我帮帮他。你傻啊！我的事要你管吗？看得漂亮。空投，空投，大师兄快去啊！我要三级套。我要空投武器。你们俩都拿了，那我还玩个灯啊？那关我俩啥事儿啊？就是就是。停车，停车。哎呀，空投是我的。浩哥，皮蛋，快救救救救救救救我！哎呦，跳车呀！你接着跳啊！还想坑你大爷的三级套，活该！哎，我救了！哎，我又松开了！呀呀呀呀呀！空投都不紧，真是一群傻子！哎呀，我真肥呀！我去！你骂谁傻子呢？这里除了你们，还有其他人吗？你这人怎么这样啊？空投都捡了，还骂人，还把你大爷我的三级套脱下来！我怎么就匹配了你们这群傻子队友啊？真晦气！你他喵的没挨过打是吧？别让你大爷我在现实中碰到你，不然非得召集我幼儿园的同学认识你一下，给我低调点。大喵的，你们能不能先把我拉起来呀、啊？我要黑屏了，空投等会儿再去抢一个不就完了吗？好像有道理哦。嗯，有点道理啊。嘿嘿嘿。小姐姐、你一个人吗？姐姐，我们组队吧，你自己一个人好危险的。别打我。哎呀，你不会打你的。我队友都没了。那你跟着我们，保证你吃。还真是一群傻子，人头都不要。你干啥呀？我去，大爷我这脾气，你俩走开，让我炸了他。哎，皮蛋，别炸。队友倒了，关我们啥事啊？就是关我们啥事儿？哎，毕竟是队友啊，救一下吧。救你好心，走吧走吧。皮蛋、枫叶，我救人。那我架枪。你们怎么来的这么慢？还真是一群废物队友。哎呦我去，救你还救出错了？我他喵的，我杀我的小姐姐就算了，你倒了来救你，慢了还不行？切，谁让你们来救了？我，哎，救救救救救！救，还是让我送你一程吧。我去，快救我救我！嘿嘿嘿，活该，受死！你是谁啊？为什么救我们？做好事不留名，我只是看不下去他欺负队友而已。记住，我乃地震守村人。正道的光照在了大地上，把每个黑暗的地方全部都。搞笑，我是认真的，我是大师兄，点个关注吧。他喵的，敢打我们啊！二五五前锋后有一个。哎，他人呢？看不见，看不见。我丢在车上，车上。小叉叉，跟哥几个玩偷梁换柱，兄弟们，给他安排一套至尊体验。小哥哥，小哥哥，别补别补，他是我队友。啊？是你队友啊？那没事了，兄弟们走了，决赛圈见啊。熊丫丫，你们认识呀？嘿嘿嘿，一点人脉而已、哦、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前面有人。别撞别撞、哥们哥们，去网红坡吗、带你一程啊，免费的。我可算是知道你的人脉是咋来的了。嘿嘿嘿，你别笑。到了，哥们儿，记住了，我是雷锋救援队、没车或者贴车皮就来找我，免费的哦。好家伙，该不会全图的人都被你送过东西吧？没有没有，只是一小部分啦。哥们哥们，来找我贴车皮吗？想要什么车皮？车皮？我想要你的 KD。住手！再见。
别开枪啊，都是自己人。要不我指挥一下。哎，皮蛋，你怎么会在这儿？嘿，开局这个姐姐给我添了个金马杀。哦，一种局没淘汰人的，往前一步走。差一把就剩段的，往前走一步。剩下的就拼锅吧。等一下，熊亮亮，我要举报有人说谎，这个小牛马刚刚才打死一个人。哎呀，你个死猴子，你敢污蔑你蛋爷。哎呦你妈。搞笑，我是认真的，我是大师兄，点个关注吧。战神队友竟是小学生。大哥机智雷呀，带我飞。小兄弟呀，你也太谦虚了，上把你淘汰王十九杀是你带我好吧。我平板没电了，这把用旧手机玩的。不过大哥，你要是带我飞，我把我姐的微信推给你。我姐可是俺们这片公认的大长腿哦。那腿哦，穿上黑丝。好了兄弟，话不多说，既然你看得起哥，那哥也不能让你失望，走起。小兄弟，小兄弟，快点拉我，快扶我。别急，手机有点卡。两位大哥哥放过我吧。哎呀，这是个小学生啊，这年头竟然还有人带小学生玩游戏，真可笑。但他妈的这沉迷也防不住他呀，又是一个漏网之鱼。这样吧，叫我们一人一声爸爸，我们可以考虑考虑放过你们，或者说送一个手册也可以。你们这群小学生不就是对手册很向往吗？你们，我是小学生不错，但是说我穷就不行了。看好了，这个有吗？这个呢？还有这个，有吗？有吗？就你们有吗？我去，连个皮肤都没有，我要啥游戏呀？又玩游戏，走，抽上多少钱？导演，导演，啥事啊？要面试的演员都过来了，你过去看看。好，我这就过去。就从你开始吧。你要面试什么呀？我会接子弹。接子弹？那行，来演示一下给我看看。我接，我还能接。不错不错，非常专业哈，你被录取了。到你了，你会找雷吗？找雷谁不会啊？那好，来找一个。杀！萝卜我撩杯。啊，溜了。哎呦我的妈！导演，我去找手雷。很不错，录取了。你是进舞蹈组的是吧？那跳一个来看看。来吧，展示。好性感呀、啊！哎呀，导演。那个不好意思啊，恭喜你被录取了，来下一位。你别笑，你是来面试啥的呀？我是面试人机的。那好，你装个人机给我看看。杀！导演，你看我怎么样？是不是很像？不错不错，你被录取了。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小学生，可以给我的车贴个金色玛莎皮肤吗？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我们这是片场。不好意思啊，我走错了。哎呦我的妈！哎，等等，想不想在我这做演员？给你玛莎皮肤哦。好呀好呀，那你也过去吧。Are you okay? Hello, thank you very much. 你是来做什么的？口红。耶。这是嘛呀？
我知道了，你是演盒子的，是个狠人啊。搞笑，我是认真的，我是大师兄，点个关注吧。兄弟们，今天教你们一招拿下空投基地，落地随便捡点破烂，哎，敲敲哥敲敲敲大哥自己人自己人。刚才只是排练啊，现在正片来了。来到飞机场随便拿点破烂，来到飞机内部，这个位置已经不够隐蔽了，会玩一点的都是扔雷排点或者提前枪。哎，咱们直接去驾驶室，等他们进门发现隔挡没有人，就会放松警惕，然后呀呀呀呀 Later 看好了。嘿嘿嘿，你完了你完了你完了，我不举报你，我是我吃不死。哥们儿别怕啊，我带你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别怕啊，哎你别跑啊，咱俩直接起飞去度假岛怎么样，对你好吗？别哥，我不想去啊。去也得去，哥带你去当爷爷奶奶最喜欢的太空人。太空人啊兄弟。这里还有个飞机去找下一个太空幸运儿。2000 years later.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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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我等了这么久。Pass again. 哎呦哎呦哎呦！兄弟兄弟，这兄弟想法有点意思，给我趴下！来喽来喽，我带你们去天涯海角。哎呀，不用下机！来都来了，下不去了，兄弟，跟我一起浪迹天涯吧！再见了，妈妈，尽管我就要远航。担心我有快乐和智慧的家。哎，干啥了？没劲。搞笑，我是认真的，我是大师兄，点个关注吧。如何驯服野生妹子？小姐姐，走不走啊？一共两个盒子，你来回舔，来回舔，有完没完啊？你话怎么这么多呢？我咋丢丢的？你上不上车？我自己跑多。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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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是时候摊牌了。我去，兰博基尼呀！我说小姐姐呀，不带这么现实的吧？哎呀，什么啦？人家才刚满18岁，才不是大姐呢。行吧行吧，我跟你说啊，这个兰博基尼，小姐姐，你等一下，我接个电话。喂，喂，我说你小子，你啥情况？你打完没有啊？你快点，我着急上号带妹呢。大哥，别急呀，我这他喵的才玩一把就干啥呀？我不管。尽快，要不然我就直接顶号了哈！别啊，打完这把，很快的，很快的。哎呦，快点，快点，速战速决呀、啊！嗯，这号不是你的呀？啊，对，是我朋友的。切，我猜你也买不起兰博基尼。不过我朋友刚刚发信息说他把号送我了。小哥哥，人家刚刚只是开个玩笑嘛。但是我觉得随随便便要别人东西也不好。哦、哎呀。那活该你啥也没有。所以呢，我拿我那80万热力值的号和他换。啊？嗯？这，小哥哥，你出个 CP 吗？小姐姐，既然你这么直接，那我也不客气了哈。哎呀，人家也害羞的啦。那上车走呗。好的呢，哥哥。哎呦我的妈！哎，他喵的，我刚停着兰博基尼呢，我没了。搞笑，我是认真的，我是大师兄，点个关注吧。各位看官，大家好，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今天手感不错，在训练场练枪，遇到一个奇葩的事情。啊？什么情况？嗯？小伙子，打我锅干嘛？呦，还假装不是你，兄弟们 ，M4 配6倍。哎呦我去，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兄弟，你能开枪不卖吧？我是大老爷们啊！我去，啥情况呀？练个枪都不人家好好练，换地方。哎，我操！我知道是你，你小子，你干啥呀？我跟你说了，我男的，我男的。烦人你！
兄弟们看好了 AK 六倍、哦、漂亮、啊、哎哎呦干啥呀你这人咋没完了呢你这烦人你兄弟们刚才 AK 配六倍忘了调三倍了这次看好了 AK 六倍稳、哦哦你干啥呀你我都躲到这里验枪了你还打你还跟着你真无情我他喵的你真的兄弟们看好了这一步应该距离有个1000米左右碰、哦、nice 命中靶心嘿嘿哎我去你这小子你是不是疯了呀我操把锅丢了我让你打我看你怎么打、嗯我的天哪你这是干啥呀兄弟我是男的不是女的呀哎你他喵的喜欢我是不是好我把衣服脱了我脱了喂、啊啊、我操我操啊搞笑我是认真的我是大师兄点个关注吧大师兄我不想当老六了我想去钢枪、啊、哎熊丫丫别大师兄救我想钢枪想钢枪也行你等我拉个人哎呦大师兄今天没有小妹妹陪你啊这是山炮他好菜的拉他干嘛哥那是不乐意表现知道吧大师兄快开这把哥来 C、哦、冲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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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吓冲啊大师兄快快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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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倒了哥快撑不住了我操好哥这把不是你来 C 的吗怎么搞的呀、啊、刚上线手感不好这匹配的都什么队友啊玩个游戏都能倒那么多次让你服了吗嘴咋这么欠呢切喂你走开了谁让你抢我装备了喂你怎么好意思舔的打人的时候不见你算了熊丫丫走等会儿我再给你打个盒子哟没车啊没车就跑着进圈吧哇他喵的咋能遇到这种人啊喂二号过来救我一下哎你别老卡我位置我躲不掉子弹我你俩也不行啊哎呦要不是你一直卡我位置我会打不过你们是三个菜还不让人说了剩下的那个估计也是白给牛啊大师兄快快去救救救救我救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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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快先救我你救那两个废物有什么用你不就是这个队伍里最废物的一个吗喂对面的你们会不会开车啊看个屁啊后面去你们啊把你们的车挪开让我们先过让你们先过你先问我的队友同不同意哎呦就你队友有脾气啊我队友也不是吃素的敢不敢比一比谁更狠来呗谁怕谁呀、啊、我队友先来、哦、这年轻人我家队友敢自雷怎么样怕了吧切就这啊我家队友差你事儿啊上彩印谁就这啊我队友爱好就是打车就整个这我
操作，看好了。我队友能召唤轰炸区，队友上展示。松豹，我来。我发誓，我不是渣男。空投去摇车 OK OK， 我要个三级头就行了，我二级甲爆了，我捡个二级甲就行。兄弟们，富贵险中求，生死由命，各看天命。哎，我这多了扩容你们要不要？我有了，我有了。好了好了，走吧，直接去摇车。 OK Let's go。 不是吧，他们没看见我吗？嗯，这是要带着我去摇车吗？我现在有点慌，上了贼车下不来了，我丢！现在跳车也是必死啊，就在上面待着吧，看他们会不会发现我。前边有个马杀，姐妹们，上吧。我勒个乖乖的，这几个妹子也太猛了吧，兄弟们！吃鸡呀，兄弟们！哎呦我的妈！姐妹们，就剩最后一个了，怎么说？还要演不？不演了吧？我们也要点面子是吧？对呀、都演了这么久了，再演下去，人家都该拿咱们当傻瓜了。那就不演了吧。我去，不会遇到大哥了吧？兄弟，你都坐了这么久的顺风车了，不给点费用吗？搞笑，我是认真的，我是大师兄，点个关注吧。哎，这都决赛圈了，这人都去哪儿了？又是空空如也。什么声音？哎，里面有人啊。好嗨哦，我也好想参加啊。可是我的衣服好像跟他们不一样啊，他们会让我参加吗？哎，鸡兄，鸡兄别走别走那么快，你上里面给我看一下，探一下路好吧。里面的人给我盯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想要活命的话那就叫我也加入你们吧，好不好？谢谢你们。哎呦我的妈。兄，怎么说怎么说？哎，你们别跑啊，别跑。好，既然都不理我，你就不要怪我无情了。里面的兄弟姐妹们，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让我参加好不好？哎，大哥，外面一个傻子耶。外面那个小子，去去去，一边玩去去，小菜鸡。好，那就不要怪我无情了。
不让我参加也就罢了，还敢欺负我继兄，搞笑，我是认真的，我是大师兄，点个关注吧。